他要问怎么样拍照也可以，要问设备照也可以。好啦，对。那当你决定不再拍街头运动的时候，那你后来的接着的人生阶段转去拍什么？为什么那一刻之后你决定不要再拍街头运动？有一段时间很虚无啦，就到处像鬼魂一样啊。后来就是我的第三部曲，就是还是回到我记录乡土的一些东西，还是持续的做一个记录者，只是不再记录政治，啊，再记录土地，记录人民。以后有机会看我的第一部曲就有，我拍了很多各地方的一些事情。邯郸里我很早就拍了，我就邯郸里，一条黄泥井，三条泥井那边。南部警总刚解禁的时候我就去拍，那邯郸里被禁了一段时间。什么叫邯郸里？邯郸里啊，台东的炮轰邯郸里。哦。就炸森林。邯郸里，我后来就是拍，还在持续在记录乡土的事情。还有谁想跟我讨论一些事情的？跟我在上课一样，你是上课老师啊，虽然我问我两问看，你有啥问题问我，大拢同样。回头看呐，哈，这三十年哈，26年、30年嘛，其实我现在都觉得，我到现在都还是觉得说，你看，这条我行落来，什么很多事情都实现。很多理想都实现，所以还不尽满意的，所以至少经过这些抗争，又台湾变了多些，非常。那老宋，能不能请你说一下，你那时候要拍这些片子有多辛苦？你刚刚有说你要就是哦，不要玩狗嘛，有没有其他就是你为了要捕捉这些画面，所以后来发生什么故事？其实不会。没有想到辛苦这两个字，你就知道你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要好好把它记录下来，也没有在怕什么，没有什么辛苦什么，因为那就是你要学摄影，你就是要做这件事啊。所以其实你看我28个屏幕，其实我上街头是上了200多场的街头，一天有人在赶4、5场，那赶场。就是你只是想做这件事，那你就是很辛苦危险。其实还有农幕后啊，就是说有一次洪其昌的户处的禁书跟杂志被没收了，哎呀，快老宋请用水啊，当时用不着，咱就装起啊，入去拍摄来，你都赶紧翕相，跟着翕相，咱们用拍死，对吧？你去到人家拍摄所里面，你就赶紧干。那叫录影存证。对。那懵大懵大。老师，我想请问啊，你做过之后有没有看电视？可是就是你之后还是会看到电视，可能之后台湾本。我说你没有拍电视之后，可是陆续之后台湾后来还是有发生一些类似的这个运动。你相信你也会关注，然后先由你自己开始拍摄，到后来你觉得这些后来的学运的过程跟拍摄的能够把那个精神带出来。其实是那样的，我这样讲了，你看我记录的东西都政治性非常高的，就是挑战中最高境界。啊，为什么我很少拍那种非政治性的抗争事件？我就讲抗争就是要变成国民党，那动摇不了国民党的哦，这个运动我就没什么兴趣。都对台独啊，对建国啊，你这样话我靠没用处。哎呀，我开开开开哦，邓铁哦，对吧？我没有兴趣的。那从这个是这个。1989以后，后来当然学运啊什么什么有一些波澜啊，或者是二条一的那个一些波澜，到最近的这些抗议活动就弱弱的。啊，我的意思是讲，要对抗就是
国民党，哎呀，都让国民党从地图上消失，哎嘛，哎嘛，照做，好做好做好做嘛，就国民党存在，你永远他在国民党没办法翻身嘛，你没办法撼动国民党的这个运动，我都觉得啊，这个小儿科的，就是，都没什么兴趣，是这样，所以后来我觉得没有拍也无所谓，反正有人拍，我对那种挑战竞技的比较有兴趣。所以你看我今天就当过演员，你看我那个功能啊，都是随便拍拍，这样子太有趣了，壮观了。来，还有谁？那这是我个人啊，个人对自己的期待。所以你是因为那个民进党茁壮起来，然后打倒国民党的理想不在了，所以你或许就因为政党轮替，所以失去你的人生目标。其实最主要原因是我老板跟张立华的字啊，后来我觉得没有拍也不觉得可惜，就跟做工的很慌了。我比干嘛工啊，我持续记录是一种可惜，我不会觉得可惜，是说反正我觉得该挑战都挑战完了，爱也没有成功，爱也不可能再比这个更激烈的。所以我不会觉得说我没有持续记录，我不会觉得可惜。哎，还有谁？好想要看，这纯粹有个人啊，对个人，对个人的情绪啊，个人的情绪啊，个人的情感啊。老师，您当初的街头运动啊，拢打工，都是像你现在这样，就是很开心这样子感觉吗？还是说就是？也会夹杂很多情绪在里面。有啊，真是很多很多，有些比较悲壮，反正你就知道说你只在乎这一天就好，你不要去在乎明天会被打被抓。嗯。你随时会有说你要去被抓去的感觉，所以你是一个记录者。但是因为我参与很深，老实说了，这是很多的运动，也是标语，我们到处做标语啊，做特色，甚至开着宣传车。去总统前面跟蒋经国喊话，我都去过。嗯。所以那些贵人翕相的，啊，跟你有关系的，但是有那么大号的啦。来，再传一下来，总统来先看嘛。我是叫宪兵走的。总统在睡觉，不要那么大声。哈哈哈哈哈哈！那总统是蒋经国。哦。啊，恁邻居拢走去对哩。真正啊！哦，真正。较早较流行是迄个啤酒屋，像灯笼型那个啤酒屋。就刚刚就买100块少差不多了，但现在我们两个啤酒屋，供人秘书，不离我们。做动了，张鹏坚做中资主席，我们就张鹏坚啊、李胜雄啊，那一堆人就去啤酒屋喝酒庆祝，喝到4点多，张鹏坚醉的说。欸、我们要去金华国中捡垃圾，对对对，为什么要去金华国中捡？因为那天晚会在那里啊，哦、选党主席在那里选出来的、啊，哦，而且上来又地上有很多垃圾，哦，我们党主席醉的说我们去捡垃圾，哦，对对，我们去捡垃圾，你不理我们，那时候感觉洗那个啤酒，嗯，哦。对啊，那时候都靠你老婆喂养你哦。那个时候也不晓得怎么过日子，还比他不是很贵。那时候还没有老婆。哦，那时候郑南榕杂志社，那个薪水非常好。你看党外薪水要在哪来？啊，真的？杂志你在网络一讲那个。可是党外杂志有人在后面大力支持吗？没有，不然怎么可能发到那么多薪水？就卖的还不错。我郑南榕怎么赚钱？我帮他赚了一些钱。那个1988年10月10号，郑南榕说：“黄总，你帮我拍张坐在轮椅的照片。”哦，你说，从蒋经国10月10号会坐轮椅来庆祝双十节。啊，你把那个头哦换成，把我的头啊换成蒋经国的头。那时候就可以合成。那时候用贴的。用在杂志上。我第一次不懂，我怎么可以做起来？
啊，那标题就是“轮椅总统轻松死”，那你这是看哪一张？哦，你轮轮一人他已经不能走路了，嗯，来预测，再注意啊哦，你才讲哦，你坐轮椅出来，叫个黑警坐轮椅来偷，我都讲清楚了，我话来。我啊，怎么可以作假这样子？后来他不知道找谁拍的，也出来了，把自己出来了。然后呢，十二月二十五号，台湾光复节，十月二十五号，就开工了。我说你想办法去到那个中山堂，那个中山堂庆祝台湾光复，弄到蒋经国照片，让那个。我就不屑在当记者，所以我就没有记者证，我就进不去。我就跟我这个日本共同社的朋友说：“哎、欸，你给他给一挂蒋经国的相片的。”他说：“进去拍。”那共同社日本的共同社很大，他们派这里。然后呢，他就拍出来，就拿给我这底片。我说：“哎、欸，蒋经国脸型怪怪的，你洗相片的时候嘛，注意一下。”还要听哦，都会做，都会做的太有钱，出点给封面。那时候我在描图，啊，就那些小，哎、欸，好像呢无恶人呢，白白就对，我其实摄像技术都无好歹，啊，摄个好呢，我摄一年，哎，赶快，我个较大个，哦，无共size有特色，外形有特色，有坐过你个，好像袂白。我就把他弄来，我正常人我叫来弄，就正常人，然后来暗访的，我到时候我坐专属暗访，我这待遇很好，把他弄来，唔系我眼前我生死噶冇地方，我头家我看一张呢，我现第二张，现第三张，然后哎，有事情，全杂志开始总动员，就说为什么眼睛会不见了？不是老松洗不掉的，不是老松洗，不是老松洗掉的。可是查到位啊，我的标题就是蒋经国接班未成身先死，可也是啊，对啊，要也是啊，不过接班未成身先死。哦，你我查到位啊，我的编辑比较老，我们这个艺术的拓宽很多管道去问很多的艺术家，然后这个做糖尿病的末期。你用水晶化，对哦，你去哦，出来先就未足好，啊过天尔哦，跳去，过了几天就死掉，哦，我回头一期我印足多，一期万几十万本，回头又印前一期，啊就会一张照片，啊会这两个层次，就是说。增长了他的名头，那再来，他的杂志是很赚钱，他的杂志很赚钱，所以我们的薪水很高。嗯，因为你现在冒生命危险在做。第一个是他，我们的底薪就很高了，两三万，就这样搞会，因为我们杂志用大量的照片，嗯，所以我们的薪水很好，在那我们那三年是我人生的黄金期。拍了很多好照片，又赢了很多薪水。来，还有，赶快问到明星了，这个明星，一般都不是哦，没办法再这样子讲。来，问到我就想起来，就可以讲出来。好，所以你还可以用照片，那个慰劳你的老婆这样。那时候还没有，还那么郭家果的一个。哦。那你老婆是在街头上认识的吗？这个说来话长，又在说。还是喝酒半而已啦，哦，你讲的不是李宗瑞，那讲起来很惨。我讲的讲的告诉，说那种你说害怕不害怕的问题，说郑南榕就拿给我们一个电话，嗯，那时候太原接力暴动跟那个绿岛接力暴动，嗯。然后死伤很惨，一个死背，连安亮的死背，连安看无死人，但是拢喊拢把建议烧掉就对了。那郑南榕就拿个电话给我们，你去台东，我
我就两个文字，一个摄影，就拿了一个电话，那电话是一个澳洲的，澳洲大哥的电话，那个电话就直接来来当。然后呢，后来我就分两边了，因为两个文字嘛，一个要采访太平监狱的，一个要找立陶监狱的。那我就跟我要去立陶那个文字的啊，在咖啡厅咖啡。听到旁边哦，有人在讨论说，那再晚点，几万块钱追你，是吧？我就说，这可能是那些库棉那个被烧掉的追你。啊，我们就想说，哎，那要去捡，要去立陶看看哦。哦，听讲的刚烧了不严重啊，就去立陶。啊，我报报备了，那时候啊，飞落去，然后人生第一次去立陶。然后从飞机上看哦，我还是不能就老了。啊，立陶宛那看起来就是流放之地，那个时候的二十几年前，那个已经看，就真正怪话那个所在，别怕黑，还是不能对老。然后就去到那个，就跳立陶，那租个摩托车，那满大街里走，第一次就立陶，然后就绕，那看才几白啊，军事重地。反正就是你塞进去对吧？啊，这里不能进去的。那我就很，啊，那个我帮了，然后很秀逼。我建议哦，立陶这是这是海，这两边山都是一个凹了哈，两个凹。啊，建议在在在里底，所以你这样看不到建议。哦。啊，你那个环岛公路在这边嘛。哦，所以你看不到，那建议在山凹里面嘛，啊，这两个夹角，啊，我就听的，啊，你摆在前面吃，我未使入去，啊，我就只探一探，啊，看到只直山路啦，即嘛叫做象鼻眼的山，还是鼻头山，看看上面有一个碉堡，啊，伊用地草啊，啊，用银杏在食草，啊，所以你拢有看银杏在食草，啊，有一个碉堡伫啊。我说啊，这个碉堡就是这样嘛，这个碉堡就看到这监狱。哎呀，爱去，还是讲啊，你若去哩吼，咱就看到，因为哎，走，哎，卫兵一定看得到你嘛，对不对？那卫哨在这里嘛，啊，卫哨在这里，啊，这路口在这里，啊，碉堡在这里，就是山路那个碉堡在这里。我就把那文字编辑看，你吼，你给他把风，我只行到遐五分钟，伊看到我从三分钟看到。哎，三分钟出来，对面五分钟，我两分钟来翕相。啊，你来到剩一分钟的时候，你甲我讲，我一分钟翕相，一分钟换底片。我就这样跟他讲，啊，你讲你到时你甲拍着信啊，你咧碉堡内，你甲看一空的，你唔知伊有来无？我叫你边仔来看。我就起来翕个，我的算计是这样子的，我拍好以后换一点空底片下去的，然后我拍好的那点哦，藏起来的。嗯。被我得逞，啊，就四个穿个鸭的，哦，四个卫兵嘛，不就是班长带来，啊，班长有早穿卫兵，卫兵早穿四个穿鸭的，干什么？你突然这个进来了，我给靠了啊！我说奉老板致命，逃哦，逃去叫咱娘恁来来，哎呀，可怜 ，OK， 有办法，不然这样啊，我就伊讲。你家掠回去啦，我来啦，我掠回去，我就安怎，我要对面给你啦，哦，啊，甲救出来，副官啊，当作无去嘛，啊，甲面那样啊，啊，就让我脱身，心肝暗爽诶，对啊，得逞，啊，我往这往小怪这边，因为这边是翕监狱嘛，啊，这边甲看到门口，门口看到这么，我这无望在此山的，这门口，监狱有翕到，啊，这门口嘛，甲翕一下。这是王伯迪，这边可以看到这个要入口的门口。我嘛看看，我嘛想，对啊，都过关啊，看看，伊嘛看得到你嘛，你徛在，你徛在王伯迪，你先要去上上看，啊遐坑啊，伊要冲到这个坑，我嘛去未，更紧，哎，无跟人讲，你这边跟这边无跟人会变，赶快去死去先去爱，哦，去赶快走啦。啊！看我去，啊！我无好哩啊，当作我无去嘛。哎，过关了，哇！
上了，啊，出去一个更早更早，哈哈哈哈哈，体验袂爽，只想阿个加吉普来，军车那种吉普车，来炸落来，容易更早，我历史部叫甲我带回去，因为讲要把我所有设备跟底片没收，然后他就，你让人家看了在那吵，哎呀，我就。哇！我头皮很厚，头皮啊，头皮啊，还有头皮上正常种啊，我那边正常种，那种你的品种的地址处专门在管党外杂志哦，所以对正常种非常了解。我感觉，你说，本来历史部是叫我要把你没收，把你带回去，然后把你东西没收。他们家公公，我忘了他怎么样让放我走了、啊。我讲啊，太神，我都。要坐飞机啊！我们机关停落来，我们坐飞机我来车落来，但是放假就行啊。我就走了。这是讲，你也是看华为噶？好，其实我真无胆。嗯。啊，唔知是安怎，伊两个人还有胆。但阮另外一线，怎讲另外一线，跟我无关系啦。另外一线，哎，就讲，接了电话，靠嘞，刚从里头出来的，一个大哥。啊，这个，伊就来就讲嘛，伊讲要讲啊，你下等我，他做高安的。跟我去去东华同款，伊去下等，啊一辆车来，再去 B， 啊 B 搁起来一个，搁再去 C 搁起来一个，坐几落年啊，对不对？坐来坐去坐到尾啊，再一个坐公交以外，一个干了内底，你干了内底哦，坐两排的人对不对？啊酒席满满满啊，对不对？啊拄好是对个尔，都拢拄好出来，啊开始啉。你看你这样，因为伊坐过来 ，A B C D E 安尼行一连了，讲伊即较大概安全个对啦。啊，就带伊去干了，就是。啊，搁切一个看嘛，看这个是真个假个。饮到爽个，开始讲故事个，讲你伊那太阳安怎暴动啦，安怎。这个因为阮转个了，迄就是故事写够精彩，写非常精彩。只是呢，地心图都画出来，南京跟红军怎么战？你会有那分红军跟南京？南京，哎，震撼弹怎么丢啊？烧那个火焰枪怎么烧了、啊？啊，空军啊，空军的是吧？现在发生在，我再回头去看，我写南京的精彩。后来前几年，前年我一个案子要去拍立岛，我但二三十年去我想立岛去。所以我唔知我伫哪里，我就开始慢慢想，啊，要找的，哦，原来是这个，哦，原来这个电影叫什么，哦，然后我就选择那个路径，一直走在红，可当然害怕。啊，太原监狱就是在绿岛上吗？啊，太原监狱。那太原监狱在台东。哦，所以绿岛监狱又自己有暴动。两个都有。哦。因为太原监狱在盐湾嘛，一个绿岛，在那个绿岛监狱在那个。他、啊、为什么南弄得注意这一个话题？因为那个闹得很大，虽然有封锁了，但是我们还知道那闹得很大，而且死了好几个，死了八个。南张子杰，我讲起秘籍，讲了就爽了。要当兵，现在就会跑。张献义事件，你弄恨你来。所以张献义事件里头，台湾有一个军官叫张献义，中研那个中科院。把核子叛逃，那蒋经国要做核子弹，被美国知道，美国派这个张献义卧底在中科院，啊，事情快要爆发了，说张献义叫叛逃要去美国，那你刚好春节要过年，我们老板说，今年过年，他卖鬼时间败。就张先生是我们的杂志报的最详细，那鬼不抓东方东方山，我们报的最详细，真的弄厉害不厉害？所以伊也伫咧，我看一做刊一定当票买去。好吧，今天到这里，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有兴趣要问的可以的，反正。
所以那个时候党外杂志不止《时代周刊》，不止啊，很多。所以他是在当时就算是最夯的，对，最夯的党外杂志，最赚钱哦，每天都有啊。再啊，再讲一个郑南榕的事、啊，对、嗯，他除了挑战那么多的最高境界，嗯，其实农民运动、工人运动他都有参与，他都是背后出钱，因为他赚的，他杂志赚有赚钱，像农全会啦，什么工人运动啊。你用三十万字才能五十万来教，嗯，所以它是全面性的。其实，我们都忽略了郑南榕，你讲，他对台湾现在这样的一些变化哦，其实贡献非常非常大。我喜欢咱，我们比较轻的知道是说，像那个农运的有两个团体，很多运动都有两个团体，一个统派，一个不派。那像戴振耀他们要弄一个台湾农选总会的，就是属于比较独派的，因为红叶啊、三叶本来不独派。台湾农选总会就是郑南榕拿钱让他们去成立。啊，公运哦，你搞公运没钱哦，郑南榕，你放着给不了我吧？另外一个大气节，教育啊，嗯，做很多事，嗯。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其实那个八零年代的党外运动啊，其实本来有一些外省人的，比如说刚那个你说费希平，或者是杨祖俊，还有林正杰。可是后来到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以你在局内的观察，会发觉后来外省人几乎全面都退出了。然后后来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个外省人独台会，是不是？就是以外省人为主，然后要推动台湾民主的。但是后来为什么感觉这些年这些外省人好像就是全部退出了？那时候你自己的观察是什么？这里面有没有外省人跟本省人的路线上的争执？其实哈，台湾人跟外省人其实一直都存在，嗯，一直都存在。反而是就新潮流他们那一派的比较容纳外省人，其实外省人最多的是新潮流，嗯，外省人，嗯。在那个时代哦，我们这边这几派嘛哈，嗯，台独的分，台独左派、台独右派嘛，统派嘛，哦、那个统独，统派的台独跟统派的什么跟什么呀，嗯，统派的左派跟统派的右派，啊，统派的左派、统派的右派，又分统派的右派的台湾人跟统派的右派的外省人，好复杂，很复杂，嗯。啊，所以你说的那个退出算不退出，应该是说整个运动的过程里面，比如五月像像林正杰，嗯，咱也是讲诶，统派的台独，嗯，到后来说他是统派的台独，因为他们就打算攻台独，哦，好，他唯一攻统走的就是蔡英文，哦，对，统走，这都是在大。那时候就会恨这个，啊，自己怎么离开的是，我是没有什么很仔细想过的，反正是很自然吧，自己搞的，无分的，自己搞。好，还有什么？不然就。老师，我想问你，花了多久时间去请你的好朋友？什么？请你花了多久时间平行？不太记得。只是觉得该做的做到了，然后应该可以再做另外一件事。你看我八九年离开嘛，然后真正在付出，大概在不有段时间都在帮人家选举啊。其实我很会选举，我很会帮人家选举，可能自己看多了，比较。又会照相，又会美工，又会写真的。我觉得阿弟也算计少，那我们弄错。其他的时间，算计都能够为了嘛，现在过为了忙于什么忙什么呀？啊，真正的更积极一点，在其实在2005年当院长的随行摄影，每天跑行程啊，什么啥，就一直拍，每天在拍很多照片，才慢慢到现在就一直。那个年代比较积极的。
开始东西，那段时间有点虚无了，然后就上去走公子走公子，帮人家拍那个选举照片，因为我的收入也蛮高的，那个选举一次就可以吃一年多这样，所以按年都选举照，弄坏了这样。我现在可能两年前的事都没不能到。基本上哦，选举一次哦，财富重分配。嗯。这咱买选两百块入位嘛，然后是四百来算对吧？哦，500对吧？400来算对吧？有诶，要开一亿的，要开两亿，要开1000万，要3000万，平均500000万对吧？哦，200还有400，200，对吧？还有一个算计哦，拢做便当对吧？啊，食偌济便当，就伊咱只同行去食暗会，食演讲会，听演讲会啊。你看，光吃便当就要吃1000000个。嗯。做老两个啦，起鸡啦，排低啦，种菜啦，看这都偌济，偌济个个交易机构，印刷的啦，做机啊，对吧？嗯。做啥？迄偌济礼品。财务重分配的，变经济，你达通算计嘛对？对不对？你好，人钱三千万、五千万，出出来算计啊，出来给咱买票嘛，对不对？哦，啊，那印算计啦，做设计、做设计啦，印机啊啦，做模啊啦，做啥啦，卖便当啦，那一个便当都牵涉到多少建材啊？饲鸡生两个啊，饲鸡啊，抬鸡巴的，都比卡啊啥的。经济生动，经济增开全局，增加全局。财务重分配，对吧？经济在活络，这帮搞了两年算一届，看几间话题商机啊。然后我对商机理解是安尼啊，因为他因这大大商机，我提了几啊千万出来算，对不对？你较少年拢听。哎呀，所以后来这个郑南榕的这个自由时代，迄个因为过身嘛，啊，佫查禁收起来，啊，无人受影响，讲啊无，佫来用另外一间。应该讲就是佮迄个年代了吼，无代志做。不是，无人有能力去经营到像伊款的。其实他可是你们这些人都在啊。那边该闭。哦，他的一个想法，你用，杂志社是他的一个基地，你做运动的基地。所以家己赚钱起步。啊，你讲退上部的新新闻，就比。就也在那个年代，是晚一点点的，但是他撑到现在，现在在做。所以讲，那个对杂志的理解，或者杂志的迄个操作，有相比这种较好可能，咱无咧认真。你讲上来讲，我也搁办无几日了，有办啊，他手又有办好几次，后来就。他有一套他的逻辑在用这个杂志社在运作，哎，咱无多理解，咱嘛跟咱的年龄嘛不高了，我自己的感觉。嗯。我们现在郑南榕基金会正在慢慢整理郑南榕的东西，我就刚刚有一天大家会知道说哦，原来郑南榕是这个样子，其实大家对郑南榕都不太了解。太清楚，嗯，然后太深不可测，深不可测，你不晓得他脑子在想什么。因为很多人哦，都想说啊，来写郑南榕传，或者说来写郑南榕的拍摄郑南榕的电影，嗯，我只跟他讲一句话，除非你去访问母亲的人，你去做那个口述历史，一采访3000、5000的人，不然你拼不出郑南榕是什么样子。因为所有的跟郑南榕有接触过的人都只知道他的一点点，包括我算跟他老婆也是吗？啊，叶菊兰也是。也是。
我最近常常跟年轻人在聊天，就是说，叫我算杂志里面，我是看他中较轻的，我蛮才一点点嘛。啊，你也不知道他的有哪些朋友，啊，跟他关系什么，所以每一个人才真正弄一点点嘛。所以你这样说，啊，你对这种正常弄的人的认识是什么？大概十分钟就讲完了，因为一人就无话啊。他话很少，他很沉默。对，他话很少。啊，伊话很少，啊，我嘛话很少。你今嘛，今嘛讲安尼，敢红萝卜袂较早无啊？较早话很少。所以叫红萝卜。我知，红萝卜你听。你听无？知道啊？哦，红萝卜。白油啊，白油啊。哦。白油啊，白油啊。哦。你红萝卜生，红萝卜生就是红萝卜。对，你讲是嘉义人。一种油来，我甲你讲啊，真个。哦。大哥，土去挖挖，伊就来讲敢那圣诞啊，四个讲啊变话的，叫做红花仙。你讲口若悬河啊，够变了，够变了。啊，可那是真沉默，那个太内向害羞，沉默寡言，够讲义务呐。另外因为摄影啊，这个滔滔不绝跟人讲两个小时，以前很少话的。所以说，这个谈到摄影。打个比方摄影，你看，我常常跟学生讲说，摄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事情。我举个例子，我看到真有，我看到这样，绰号叫做啥来着？幸福啊，幸福啊，幸福啊，是讲童养媳啊。你爸爸要来，要来，你做伊囝的幸福是吧？还有就是，那个讲。来，拄着好打机，就靠啊，拄下都去用酷毒啊，去用啥物事吼。我是不啊，我计也是单分的吼，五花三，单分去饲猪，啊，困着收水。啊，若经过咱门口，我拢直接互人头看人算。哦，那是种面相害羞，啊，拢无拢，哪敢人算？拢直接互人头。哎，若单分哦，那收水哦，打电话过来，是不啊，来跟人算一下，所以我较在错这个是不啊。啊，长大就很孤僻，啊，都白看到底了。啊，因为摄影，那、啊、你要到处去拍照，你要走很多地方嘛，你要看很多事情，然后你要了解很多事情，啊，你要跟人家对话，啊，你要了解，所以慢慢就哎，你的心胸就，你的心灵就慢慢打开。啊，摄影带给我非常非常多的丰富的人生，所以我来见证，我摄影对人的好处嘛。因为你看到那个苍白的文艺少年哦，直到苍白的文艺青年哦，都自己在做白日梦嘛，啊，感觉喜欢啊做诗人啊，像什么变念念的，回忆为一世不带走一片云彩啊，那其实嘛。我看到那个啥，王上一的哎，个子的王文马也摆出来是啊，你知道王上一啊，啊，现代主义啊，就白先勇啊，看到，一直到黄春明出来，那时候啊，原来什么叫本土，那时候有一个乡土文学论战，啊，因为我研发的时候，念的书就是白先勇叫台北人呐、啊，游园惊梦啊。迄种落难贵族来台湾的对祖国的怀念嘛，咱拢读个啊！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去看歌剧哦，就是看《游园惊梦》，就是在顺仁纪念馆看的。白先勇导演的，把他的小说变成那个戏剧，迄种拢读个啊！一直到黄春明写什么《苹果的滋味》，《儿子的大王乳》，《大王乳》。在本土一当时个乡土文学嘛，所以论战，他们在开始扬弃那种，现在很来注意，在我的本土那些物件出来，才开始认识到原来台湾这块土地，啊，刚好那个时候我就拿着相机，我老公一部曲讲无来，那看到风景酷，讲一部曲，我等，所以讲啊，我要做一个摄影师，那我要拍什么？我会问自己说：“啊，我没意思啊，
我想说，哎呀，我是讨你，好像有讨你的意思。以前没有，真不是苍白的不易超上，跟苍白的不易庆。那好，那我们来开台湾，台湾都开土地，台湾都在土地上生活。还有郑开英啊，阿妈离婚，郑开真无啊，台湾生活上困难起来，对不对？那时候那要拍台湾，要记录台湾，要拍台湾人，那就应该去认识一下。怎么认识？跟我的一个好朋友，背着背包，带着相机，徒步环岛60天。那个就拖台湾，开始认识到这个土地上的。一方面练习了自己的摄影技巧，就那60天。改变了我的命运，除了那张照片以外，所以我就这一辈子就一直在记录台湾，一直在记录台湾，一直在记录台湾。摄影就是这么迷人。我现在第三部曲就是我基本上做起摄影的传道士，到处在演讲，到处在上课，到处跟人家讲摄影多好啊，怎么样可以把摄影变成你生命中很美好的一件事。所以我每天我搞我台北学生讲讲哦，你爱感动，老师来回700公里，从这里到台北上完课要回来，要来回700公里，我老觉得乐在其中。我今天从那个，好，我讲摄影的好处，我讲我做到一个拜托上礼拜，到4点叫了，在10分钟，上礼拜接到一个。拜托哈，说叫我去拍一个乐山疗养院。我想从前提了，摄影哦可以让你知道很多事啊，然后接触很多人，看很多，参与很多故事，参与很多历史。从这乐山。乐山嘛。啊对，我大家拢爱讲啊，我比较听电影嘛是讲乐山啊。乐山，哎，是乐山，但是乐山哦，没听过。哎，对，我现在就讲个故事给你说，我增广见闻一下。那个乐山不是因为回龙要盖捷运就抗争很多嘛？这个乐山跟乐山怎么来的？有一个英国人，加拿大裔的宣教师，就是戴仁寿，这个后来的医生嘛，哈，戴仁寿医师。咱台南一个新罗医院嘛，因为马雅各，要转院五年哦，叫这个戴仁寿医师来遮做，不要先做医师，再做院长。后壁戴仁寿来台湾了，看起来是较台湾名，是加拿大裔的，伊可能加拿大裔。伊发觉台湾迄个麻风病哦，很严重。台湾要是卫生啊，无好啊，医疗水准低落，下决心哦，要来把台湾人的这个麻风病嘛，然后台湾病等于就泰戈了，要把麻风病，就他们做一些事，所以都吹，定新政回龙了，回龙，那里找了一块地，一个山坡地，就没盖嘛，热身，当在策划的时候。日本，因为我们日本政府嘛，那个时候日本政府，有啊，这个应该政府来做，哦，应该政府来做，所以日本政府就接收了那个热身疗养院。这个戴医师、戴仁寿医师呢，就是跟我讲，政府会做法，也是讲医毛，是咪一个人做法。我后来进入你洗手，我讲啊。走到沿着淡水，走到巴黎，看到一个山坡地，就中午去，早上去拍的那个地方，然后在那边做了一个热身疗养院。热山。哎，热身疗养院，做那个热身疗养院是这样来的，也是收容那个麻风病患，那个一个是政府的，一个是私人的，所以那个热山疗养院已经有80年的历史，你红砖啊，拢红砖啊出，
厝也出镜，足水。港城的高层足水，拢无人知影。现在还有人啊？里面还现在那现在是从1971年以后就开始，因为那时候麻风病都慢慢没有。现在在收容的重症跟极重症的身心障碍。现在收容120几个，真的脑性麻痹的、啊，或者是极重度的。啊，这要讲拜托你，因为供给这要选择。他们现在有那个台新哦，有基金会哦，有一个赞助的案子，赞助的案子，比如说有很多这种那种 NGO 都会送案子去要求赞助嘛。啊，他们好像说有一个看在网络上哦，投票谁投最多的啊、哦，补助最多这样的，所以已经去把握掉一张。哈哈哈哈哈！网络啊，一样，网络问题。后面那个导票，这导票有一个机制，不是按赞的啦。比如你要去的网站啊，登录啥了吼？投票。你要登录啥了？还佫给你一个号码。哎，这样就是。我会分享，我不会。你要处理起来。我会分享。我以前去投一张发票啊，我学生去投一张发票。啊，不要再传哦，大家一个，方便他处理，处理者，寄个刀票之类。人家是一个私人机构，他需要大量的对外募款，所以麻烦去搞一寡卡号的送礼，他这个卡号介绍一下，手机手机号码，可以做比较好的介绍，然后看能不能募得到更多的钱。所以我就发动我的蚂蚁雄兵，我核心就一直找你去搞去。哦，因为要处理这个事，都处理到刚刚才回来。老师，好像那个是像现在都是用照相机，现在都没有洗出来。那只要现在像我们这种年纪，我还是会洗出来，人家就会笑你。那到底是要洗出来，还是要洗出来看才会有感觉哈？应该哦，就像那嘛，你哪洗出来哦？你肯定背包啊，你坐捷运啊，是无聊啊，你才先出来看嘛。哎呀，去电脑店，你电脑坐电脑店，你才看得见嘛。两套啦，一个是时间序嘛，对，一个李志东一个洪雅专辑嘛。啊，我现在要从那边，我不能再去买洗呀，要。你两边做到好个安尼啦，这个是时间序。对，哎，对。啊，另外是卖个抽起来，时间序就拢老弟啊。啊，我要从那边抽，现在抽完了。洪雅专辑。我现在就从那边抽起来，再重新整理。我是建议讲，时间性就是哎，风也不停的这事。哎呀，每年去哦，很好。为什么说很好？为什么我有做相片哦？好，看最真哦。我从1991年一直拍到2009年。虽然别会看最真，但是几年就变化嘛，几年就变化。就好像嘛，文化，然后也可能就千多少年，这边都已经慢慢拢找啊，安尼。你第一届来时，可能就讲这边就是上雪啊，哎呦，哦，啊，这可能天半月安尼啊，对不对？啊，你慢慢，哎，就今天就换迄图啊，哎，后时个换迄图啊，哎，就是风也在变化。嗯。啊，人嘛一直在变化，可能一两只孤单人，只孤单的。就是变化啊，啊就是记录的能来，那摄影的最美妙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我空姐告诉我一下，那个德国有一个摄影家叫做桑德，阿古斯特桑德，他在一战二战之间哦，拍了很多德国人的肖像，信我满天，你了解吧？但是战乱哦，一寡小弟主要因为希特勒给他撇开哦，损失一寡。但是他儿子还是帮他抢救了很多的那个年代的德国人，所以现在要研究那个时代的德国人，就是要看他的照片，看他的照片。黑暗中的哪个情差？黑暗中人面孔所露出来的气质，跟这么一个无同啊！咱看到看咱古早时代头人的老师们都高义啦、戆戆啦、像草鞋啦、地裤卡，跟这么无同，跟我无同款。你饮食不一样，你的文化背景不一样，你的生活心态不一样，人的脸就会变。哦，你跟看古早上多，从那个百年前清朝开始，台湾人有上，台湾人有上，你看一百通年啊，你都这样看过来，都不一样。我主要讲从简单的嘛，
哦，这里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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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你那照片起来就说啊，十年，对不？从两分钱变到两千分，变到两万分，从一个人变到100个人、100个人了，这就是改变了。啊，这就是摄影的最大的魅力所在，把人做为搞，那摄影做为搞，对。所以持续的记录是一个好的行为。我现在都把它抽，像我家族照，我就把它抽。这样会乱掉。这哈？这样会乱掉，而且更以后更开始。我自己的东西啊。不是啊，你用抽啊，你那个系列。不啊啊，抽就重新整理，就家族啊，阿姨啊，谁跟谁，我就这样。也可以啦，你自己用你的方式。可是，你说再重新洗一套就更好。不是重新洗一套。那到那些什么？你我来整理方式是时间序嘛？对啊。从初一到。对，每年都有啊，每年。啊，你有特色，你有阿哥，哦，阿哥，就收起来。阿哥另外一本嘛，红颜对红颜来说，红颜要洗两套啊，就要洗两套，一定才会整理的这样。安洗一套，我是建议安套，你因为时间序在那里，就不要乱掉。嗯。你说怎样？啊，怪特别有特别的人、特别的事、特别的地，你再做一个专辑，再把专辑，这样会比较好，大家可以开始耍。嗯，好了，今天就到这里。谢谢。签书时间。